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嗨嗨，欢迎回来。今天我们这个星期的 PTCGO 啊，我们今天做什么？就是做上次我遇到，然后我的耶稣店，就是我的耶稣卡直接输掉那个卡组，看起来很强，但是好像是事实上好像也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。但是你它整个概念是很好的。首先你要玩这个，因为它的 GX 可以直接杀掉一个，那它上面攻击力很大，它第一招可以选择攻击。这个帮你抽牌，给对方拿奖励卡，这个帮你绿牌，这个弄对方的上方，你把你的这个死很多次过后，对方拿很多张牌，对不对？你就用 stamp 他，过后你再用 Jesse and James 弄他的手牌，你再用 Chip X 弄他的牌组上方，不要给他抽牌，就是控制卡组的一个概念，对。然后卡表是这样，能量不用放多，五张就够了，我只需用到两颗。放黑带的原因是，他你当对方的奖励牌多少过你的时候，你可以减掉你的那个格斗系的费用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四个，总之你要把你的牌的，你牌组的卡可以消耗，你要拿来消耗掉你手上的牌，你不能玩那种消耗不了的东西。如果你玩那种消耗不了的东西的话，你的牌组就会卡着。所以对，牌那个卡表给你看了，实际玩法要玩了大家还知道。或者你们可以回顾我的那个耶稣的卡组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影片，你们可以看到对方玩他那个是完美开场。如果你可以开时间，你就可以开，你选择攻击先，你就选择攻击先，对。输了也是可以啦，其实给对方抽牌不懂都可以啦，其实好不好？因为这个牌组是不敢的，只是你抽先的话你可以更好，是可以控制对方，他连第一个回合都做不到，就是这样。尽量的这样我就死了，对，这样我就死了，也是会有卡牌的时候啊。呼吧，我要小蓝或者是 Pocket Gear 就好。它是那个 Dark Box 的卡组。它也是卡牌，那就非常好，尽量捡你的手牌了。让我们一起卡。哦，年量好能量，哎呀，不是啊，是难看的丢卡组哎。尽量拖吧，现在我没有东西可以做，真的。玩什么啊？不是他玩，对哦，他玩那个异兽的那个毒贝比的卡组，他可以进化到丢牌再抽牌。没有，他竟然没有。还有可以切抽三张，给我就不要丢我进化，下回合再什么，给我就不要丢，真的。
stamp 他一次。如果我猜回合没有出到东西，我直接投降，因为不需要输了，因为一定是输。这牌主你上手没有东西就输了。要赌吗？赌不了，他有在抽牌，真的赌不了。我也蛮多东西的，我有玩 Pocket Gear， 他不出来真的是很倒霉一下。其实，哎呦，格斗戏，已经很久没看玩格斗戏了，格斗戏蛮惨一下。噔，我又输啦，不行啊，干，江美，江美。这么美，我老，刚才这么美，刚才真的很美耶，那个手牌，现在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啊，一个天一个地啊。Welder 水跟格斗，化石卡组，上手真的是很不稳定。这副卡组发现不是这么的，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好，这么厉害，真的。所以他没有人弄出来的原因就是这个。哎呀，哎，随便啦，因为我想做一个事情，按错了，真的太久没有玩了，很多 mistake。好多 mistakes， 可以哦，可以哦，我觉得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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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控制他一波，真的，先控制他一波。石头跟 chip chip x。这个回去放这个就够了，过后这个吧，它多一张东西出来了，可以，我觉得还可以，再用这个，一开始就浪费几个了，其实。我还给他这个沙面，给他火能量啊！但是打，要杀这个，这个麻烦，杀掉这个我就简单的多了。没有的，直接开始攻击我，没有什么大用处，手牌也是回来啊，对不对？手牌也是回来，没有什么很大用处，怎么办？他直接攻击我，哦，他没有，还没有这个，我就杀后面就好啊，干，有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
对啊，都是这样，用完它，尽量不要给它有牌啊。再用这个，这样我攻击不到这个人。不能，这牌组还好，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去做全部事情，真的没有想象中这么容易去做。这个吧，我怕我没有能量哎，射多少个？一二，对啊，对啊，这个。清他两张牌，我再死。对，没办法，我 stem 不在啊 ，stem 鸟是两个，三个。这个跟这个回去，然后交车。这个这个好，倒好，能量没有了，只要五颗能量。他丢什么？滑板跟能量。他丢滑板跟能量。他也在绿牌啊。这个吧。这个和这个。这个吧。我要清掉我手的牌，然后不要找，再用这个，抽个四张先，然后还是没有能量，很好。还是没有能量。给你谢小豹。就这样，我还是没有能量。而且这个牌组有个缺点，如果你一开始做不到，对不对？会干哦，干哦，这样我就死了，我就死了，这样，这样我就死了，这样我就死了。先掉，我要弄他手牌，还有 stem 啊，我把 stem 用光了怎么办？把 stem 用光了我，把 stem 用光了，把 stem 用光了。我觉得不行啊，会输这牌，这卡组会输。就那天我为什么会输他？因为他手牌太美，刚好我又没有后牌，所以我就输。所以真的是要走第一个回合，就是先攻。如果你不先攻，这个牌组是很多余的，我发现。真的，玩不了。真的玩不了。上次觉得他厉害，是因为他刚好可以就是做完所有的东西，但是不能。所以今天是一个非常失败的示范，非常失败的示范。
大家你们看看就好，真的，这个不要去做，看看就好，真的看看就好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一个就是实验就到这里 ，OK。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还没有订阅的快点记得订阅我。Oh my god！ 拜拜。